生病了也需要你的陪伴，寂寞的时候也需要你在。回归最原始的陪伴，应该就是复归平正、返璞归真的意思吧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袁总觉得功能太多了？我觉得你应该尝试把你现有的功能去做减法。虽然人们想要的东西很多，但是真正需要的并不多。可是陪护机器人这一块的市场竞争不少，据我所知，大家都投入巨资去开发新的功能。太简单的去做，恐怕会失去先机。你想想，你的目标客户都是什么人？有很大部分应该是老年人，对吧？如果功能太多，他们根本就操作不了啊。他们需要的往往是那个最关键的几样，比如说他们生病的时候，他们寂寞的时候，他们想孩子的时候。但是，如果做的太简单的话，我们的亮点在哪儿呢？不是简单，而是简洁。这几项功能虽然看着很简单，但是要把细节做好却不容易。就像我遇到你，这个契机也很不容易。我打断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听到了一句表白啊？你听到只是个建议，我觉得你在之后的改进里应该真正把重点放在老人的需求上面，比如说他们生病的时候。需要什么样的人陪伴？他们寂寞的时候需要跟什么样的人聊天？他们想孩子的时候，怎么样能快速联系到孩子？等我老了，生病了也需要你的陪伴，寂寞的时候。也需要你在。答应你了，这么简单就答应了？就这么简我还有其他功能介绍，您不再多看看吗？精髓已经悟透了，别的我也不用操心了。我对你啊，是一如既往的放心。谢谢您，袁总，多谢您。